来玩这款游戏《三国主公征战记》，打房子啊！桃源村，从刚刚到现在就是放招而已啦。哦，这是不是有推出过啊？都画面看起来就是早期游戏啦。三国主公征战记，我们就协助放招，拼冷却。就是透过击杀敌人获取点数，然后拿来放招，如此循环。哦，拿到招募令了，招募个良将，招募到谁啊？何曼，你是谁？第三波小品游戏啦，还有旋风哦，可以加速吗？珍珠重玩没有？好，这边就是看敌方状态了。冰旋风，新兵乐，好强哦！被反数了。这个塔防就不一样了，我们都不用控制角色，只要放招就行了。任务，领取新手任务。好，继续战斗吗 ？No。有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看的啊？第四波，哦，关羽，本期活动武将，限时武将，酷啦！这个妹子，整款游戏里面最大特色就是这个妹子画得很正啊。继续战斗，第四波，我是觉得应该拉个加速吧。没招了。烧一下，烧屁屁，哦，一箭穿带。那我现在有这些角色啊，这个叫紫萱呐，是一位好老婆哎。好啦，还有什么特色吗？活动，在线礼包，每日初始。好啦，就是小品游戏啦。那画面上来看，应该是早期游戏啦，可能曾经有推出过吧。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。大家拜拜。